我们是一群冒险家，在这个生存的环境下，我们已经探索了所有的资源。我们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源，打造了这艘太空船，目的就是得到其他星球上得不到的资源。我们齐聚一堂，搭上太空船，出发前往找寻那失魂的美味蟹堡。等一下，是谁改了我的台词？出发前往新的世界冒险，我们的旅程就此展开。